再次来到泾原这个赛道哈，因为和去年的赛道完全不一样，这是一条全新的赛道，带有很大的坡度，急下坡呀或急上坡啊。来到以后啊，这个一直在下雨，第一天排位赛的那个赛道非常泥泞。这个赛道呢，经过这4天的碾压吧，由原来的湿滑路面已经变成了干爽硬的路面，光滑的路面，所以说对我们比赛来讲呢，极具挑战性。因为我们的排位、预赛、决赛是3种不同的天气状况，那个整体的赛道会是非常窄的一个路段。然后我们在排位以及预赛的时候，因为天气的原因，它是雨天，所以我们选择了我们科马仕的这个雨林胎，因为它这个抓地力性特别好，它排底也特别快。既挑战了你的技术，又挑战了你的轮胎的摩擦力，挑战了你的体能，所以说这个赛道开起来呢，还是蛮有挑战性的。